你很过分哎！国宾影城。那我们家看什么电影？介绍一下。我们要去看《与神同行》。与神同行在演什么？哇，在演什么？可是大家都说很好看，说很感人，要记得准备卫生纸。我为了看《与神同行》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打赌，你一定不会哭，这没血没泪没心没肝的。我为了看《与神同行》，你看我的都变成韩系统。没有没有，他不是《与神同行》，他是《女神与他同行》。走吧 ，Let's go。讲在，就是小朋友去上学，然后难得老爸今天比较不忙。这是我老婆。给你印象啊，美国啊，美国。我们剩下二十分钟而已，要赶快吃，然后就去看。啊，与女神同行。女神啊。女神同行。女神。女神都是死比较早的这样子。我老婆故意把两双筷子不一样给我，你看一个黑色，一个咖啡色，她对我不好。我们看完了女神什么？那部片女神，女神，女神什么？与神同行，我觉得你快要被我搞混。与神同行哦，对，与神同行。它其实跟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耶，我自己这么认为啦。但是我们不能讲内容，我们要讲。它不是神，它就是有一点，我觉得呢，应该说，如果你有看过《鬼怪》，你有看过《Black》。你应该就知道，就是韩国现在都在拍一些地狱使者的那个电影，他大概就是走那个路线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就是其实像就是像他本人就是完全看不懂，因为他都没看过，他没有就是我看得懂那部片。不是，我意思是说，那你有看你他也没看过鬼怪，他也没看过 Black， 所以他就是地狱使者到底在干嘛，他有点不是很能理解。我知道地狱使者就很像骇客任务那个、啊，不是哪里是？不是他们两个的工作根本就不一样好吗？地狱那个什么骇客任务是这样这样这样，或者是有点科幻片，地狱使者的工作没有办法理解。我自己觉得这部片没有，因为是朋友说很感人，我们才去看的。可是我自己觉得没有很感人，然后内容。就是不可以讲内容，就是我觉得也还普通。他就在讲一些轮回啊，要尽孝道的事情。那值不值得来看呢？我觉得也还好，因为你会觉得整部片都是动画，都是大咖。虽然我也不认识那些大咖，所以基本上我是持中立的。就是如果你有闲有时间就来看，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看一些片子，你也不必特别跑到电影院来看这部片子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发表意见。哎、欸，他很那个呢，他都不敢得罪别人。本来就是因为我也没说他不好看啊，我只是他就是比较不符合我的胃口而已嘛，跟吃东西一样啊。可是我觉得他有很多大咖，非常非常多大咖，就是可以满足你一次看大咖的需求，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哦。好了，我们接着我们要去三创啊，三创去看一个红海那个神物，想要我老婆想要买给小朋友用，看看好不好用。走吧，老爸现在在三创，在买鞋，因为我的鞋都太旧，可是因为我的鞋都穿很久，应该买一两双鞋来过年。所以九号跟九号班，这双勉强可以。你要再大一号？不是啊，我知道不来了。来，我先讲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。我花钱买了两双鞋，还好2700多。这价有什么好强求？就是买鞋这种东西，一双才1000多块。买鞋这种东西，就是觉得不应该花那么多钱。如果买镜头可以，买镜头一个20000多，应该比较感觉比较便宜。那你觉得三创怎么样？三创就是蛮比较适合年轻的。有点不像百货公司，我们也是年轻人啊，就是都卖一些比较 fashion 的东西。我觉得你感觉可以在那边拍一整天，就是一直玩那些东西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就是很，如果你应该说，如果大男生你觉得很无聊，就可以来这边一整天。那就像小朋友丢在汤姆熊那里一样。哦，对。哦，这是大人的汤姆熊。对，就是你可以在弄。其实大家都在讲啊，你三创就是逛。啊、逛你逛到你喜欢的东西呢，然后就上网找来买，真的会比较便宜。你可以拍吗？
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嗯，你说这里面有个小精灵，嗯，对。那我们喝水的时候，那小精灵会获得能量。那小精灵获得能量之后呢，那我们就可以跟里面的小精灵做互动。那互动方式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然后呢，小精灵可以到的那种各地的那个地图哈、哦，会越来越扩展。原则上，小朋友他不会忘记喝水这回事，因为我自己也带过小孩子，但会有一个状况就是。有时候玩得太快乐，然后就会忘记，会忘记喝水这回事。那甚至像我儿子，有时候小男生很糊涂，走就走，水快丢哪？对，因为这个小精灵，就等一下像小宠物一样，那基本上不会忘，连水壶忘记这回事都不会出现。每天喝水，然后每天跟他做互动，那喝到第四天，我才发现，我梦奇就好像也被他吃。那我可以依据小朋友年龄、身高体重、我可以去设定他的，他会给一个专家建议的喝水量，那爸爸可以再把它调整，没有问题。了解。这个我就给他放到上面，洗完之后放到上面，一方面充电，一方面也把所谓的，他现在就比较有状况。一方面充电，一方面把资料上传。他这里面来讲，他也会自动去更新他认体，如果认体有更新的话。它就自动更新了，所以它就是那比如说像我们家是洗碗机，那这边可能要稍微要注意到一点，因为它毕竟来讲，它是一个防水的电子产品，它是一个防水电子产品，没有错。喝完之后自然晾干，你这个不要整个丢进去给烘碗机去烘干，那对机体是会有损坏的。它这样子。350，它是有就是智能水，就现在怎么都要走到智能路线。你是不是有接业配来排毒？没有，就是其实我之前就有知道这个东西，只是一直很想要看看它实体长什么样，值不值得下手。它有点比较太重了一点，然后。其实也是，它你最大好处就是，你可以知道小朋友喝多少水，然后小朋友可能会养那个宠物，然后养那个宠物就会比较想要喝水。可是我又觉得好像有点累赘，有点太多，他们要带的东西太多，你看那个整个还带不动。可是他这边也是说，你第一你不用再管小朋友说赶快喝水，你为什么又不喝水？你为什么今天怎么喝那么少水？因为像我女儿就有这样的问题。可是就是为什么会想说来看看这个水壶，是比如说像我们家的鸭宝，有那个飞利浦的儿童牙刷，你现在就不用盯它，它就会自己记得要刷牙。那以前你可能要叫很久，那现在就不用。那像手表也是，其实戴着那个手表的好处是，它呢为了要让它的宠物升级，所以它会呢自己记得下课要出去玩，要去跑，要去走，所以它每天一定会走到该走的量，因为它喂它的兔。哇、哦，好香哦！这个，哇，这个超香的。可是你香蒜面包会搞得整个卖场都是香蒜味，你会被讨厌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去看了电影，然后来逛三创，很不专业的逛街，只有最主要就是想要去看那个咕噜噜的水壶。原本还想要拍电动。你有口见名声的吗？真的。可是下雨，所以就不能拍电动汽车的体验了。那今天就是一整天的 Vlog。你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老爸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老爸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5点准时发布影片，我们明天见，三创，拜拜。Just wanna love you.